水第一湾全部是帮你影相留念。好了，我们看到了啊，我们已经抓到鱼了。鱼抓到鱼说会被马上摆尸下去，那些渔民在那捆上绑了一根小绳。那些渔民为了防止鱼摆尸下去绑上了，因为鱼吃饱就偷懒不干活了。完船嚟咗龙尾关，边有个山，只龙船咧就开走啦。对面岸有三兄弟，望到山上边，兄弟咧就揾到呢一笪地方，咁一路咧呢度咧就系开发出嚟，个三兄弟。一路一路发展，而家咧呢有个水月阁，住呢度一路再入去参观，又几靓喎啲倒影。又真系几识揾地方喎、啊，呢三兄弟。山明水秀，有个汽水流。呢可以凭栏望江，夠膽就是爬上去，有几条铁链俾你，呢条特别的吊桥俾你慢慢玩下过去。嚟到百香园，哇！呢棵树真系几靓喎，系好多棵树集埋一齐，但又唔系竹树嚟嘅。嚟到百香园呢个竞技区啊，唔知喺度咧打餐懵还是做乜啦？竞技嘅地方个百花园，如果长满晒呢一个杜鹃，应该好靓啊！本来有笪地方俾人休息一下嘅，而家闩咗门啦。神仙啊，入去揾神仙。呢度咧做一条堤坝，咁所以咧又可以控制啲水量。咁我远处咧，我哋又会上船啦。一路行紧，沿住呢条寻仙桥，就会寻到呢一个船啦。呢度本来有好多档口嘅，可能人少嚟，净系有一档开啫。乘机可以睇下算命。咁呢度咧，仲有好大个马蹄，$2一大串，仲有砂糖桔，仲有呢一个咧系林子嗰啲柿，爱嚟做柿饼嘅。咁啊有雪莲，可以当生果食。荔宝湖。粟米、短岛粟米、茶叶蛋，$7，我食紧，所以咁声。
有咸有甜。今日坐嘅船系龙舟，我唔知使唔使自己爬嘅。篤原来用竹竿嚟撑嘅啫，好简单。淹水啊，连啲水草都见到。咁所以一间咧，成段路咧都系用支竹竿撑下撑下撑下咧，就搞掂噶啦。三个艇都有佢呢个地方色彩嘅，呢啲铺好多都冇开啦，但呢几个伞咧仍然咁靓。龙亭阁呢两个系地道阿姨带队，小镇系青山镇，而家咧就俾两只龙舟你。咁啊，每人一啲奖，睇一阵间边个罩得快。嗱，几落力你啊！罩紧啦，罩紧啦，唉，真系啊，衬翻晒啲鼓啊！哇，慢咗咁多嘅，个鼓声快好多嘅喎。佢跳叉叉嘅，咪打咗啲鼓嚟。依家令到有潜质啊！实在阿叔喺后面咧猛撑猛撑，咁啊以为自己爬得好快，咁都有啲满足感，几好。估唔到我哋输俾人哋添。嗰度真系好落力，个个都喺度罩紧啊！唉，我哋系罩技啊，所以唔罩啊。天埋岸啦，我哋唔出手，所以我哋跟喺后边。再回望一下，景色真系几靓。一位船夫就全部搞掂晒啦，要上去迎宾亭经过。大悲咒，拜佛呢度就可以。功德无量，有祈福亭。普度众生，去天宫岩，
宫癌的出口。景点，所以而家咧都大力开发啦。咁问咗导游咧，佢话呢啲冚唪唥都系而家新起嘅，睇嚟都可以有一番作为，都几多嘢玩嘅呢度。我相信系玩赛车，个游客中心都好宏伟喎。经过紫林，好多啲林子种咗喺度。嚟到荔浦，荔浦即系芋头嗰个荔浦。